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03集，南陵观。此时乾坤书院内正值晌午休息，书院的学生和夫子们都比较放松，和普通的书院差不多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，或者小睡一会儿什么的。岳长风这几天一直都在书房里，也不出门。书院夫子们觉得院长最近心事重重的，不过众人都知道，四院比试马上就要到了，之前开封三子对江南三大才子的比试惨败，因此原本被看好的乾坤书院一下子也变得不堪一击了，也难怪岳长风忧心忡忡。院长，听说太学今日一日都在练武，我们是学文还是练武？这时有个夫子进来问岳长风，岳长风微微皱眉，不过似乎也没什么心思管这些，就摆了摆手，你们自己去安排吧。哦。那夫子一肚子疑惑地出去了。岳长风走到窗边，看着远处书斋里出出进进、活蹦乱跳的书生们，眉头紧锁。他回过头，正想回去坐一会儿，一抬头却愣住了，就看到在他的书桌边坐着个人。此人一身白衣，披着件白色貂裘的披风，眉目俊朗，正靠在他刚才坐着的书桌旁，翻看着桌上的一本名录。岳长风愣了良久，才回过神来。你是何人？怎么进来的？坐在那座位上的是谁？正是吴一霍。病书生也不知何时进来的，边翻看着名录边一抬手。岳长风微微一愣，却闻到一股焦糊的味道，似乎是从身后的窗框上传过来的。他赶忙回过头，就见窗框上出现了一个印记，像是被烙铁烙上去的似的，这会儿还在冒烟呢。而那个印记是一个蛇头图案，跟他脖子上的那个一模一样，是左头派的标志。岳长风一喜，阁下莫不是主人派来联络的？啊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岳长风这会儿总觉得吴一霍有些面熟，似乎是在哪儿见过，不过又想不起来了。啊，那幅画可能已经落到开封府的人手里了，小人天大的本事也没法从开封府那边拿到画。说到这里，岳长风突然停住了，他微微皱眉，歪着头仔细看吴一霍。有点眼熟啊，这人怎么那么像开封府的？一时间岳长风站在原地有些无所适从，最后问了句傻话，真的是主人让你来的？吴一霍终于是将目光从手中的名录上移开了，抬起头看了岳长风一眼，笑了。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烧太学名录了。这因为金家的命案先入为主，所以所有人都觉得放火的目的是烧掉20年前的名录，可事实上真正想要烧掉的却是别的东西，是吧？此时岳长风脸色刷白，吴一霍单手托着下巴靠着桌子问岳长风，你主子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岳长风一身冷汗，一个劲儿摇头。吴一霍对他勾了勾手指，岳长风身体就不怎么听使唤，虽然不想往前，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迈腿往前走向吴一霍。我不能说的，他用内力封住了，我说不出来的。吴一霍似乎根本没听到，架着腿拖着下巴等着他走近。等岳长风到了桌边，也不知道是双膝一软还是累得脱力了，就跪在了吴一霍眼前，浑身直颤。
吴一霍伸手拿起桌上一根毛笔，轻轻一点岳长风的脑袋，让他抬起头，彼此对视。吴一霍慢悠悠地开口：“他在哪儿？”展昭和白玉堂赶到乾坤书院的时候，书院正好开始午休后的课程，众人也没通传，而是直接飞檐翻进了书院，直奔岳长风的书房。到了书房门口，就见大门开着，岳长风此时傻傻地跪在地上，双眼发直，目视前方，表情有些像鱼一样痴傻样子，哪儿还有之前那股风度翩翩的劲儿？喂，展昭拍了拍他，但岳长风完全不动。他被病包的内力影响了，病包人呢？嗯，这情况怎么跟中了外公的魔王眼一样？他是不是跟小霍叔说了什么了？中了这招，问什么就会说什么。那能不能问出来他说了什么？哎呀，小霍叔没在，会不会已经问出眼尾在哪儿了？殷兰慈和陆雪儿对视了一眼，两人联手同时运内力，一拍岳长风的头，岳长风猛地一颤，脱口而出三个字：“南陵观。”随后，岳长风揉着头，似乎头疼欲裂，趴在地上直撞地。南陵观。展昭皱眉，那是开封南郊的一所僻静道观。陆雪儿和殷兰慈也不管儿子了，抢着就往外跑，觉得去晚一步就没得玩了。展昭和白玉堂赶忙追。开封府里，天尊拿着头子晃啊晃，放着不管没问题吗？就是啊，看着要搞出大乱子。无沙大师摸了张牌也点头，殷侯也无奈，往桌面上拍了个酒桶，管他胡了。殷侯话还没说完，黑水婆婆一摊牌，天尊和无沙大师都斜着眼睛看殷侯。哼，臭牌。殷侯望天，顺手将庞玉拽过来，让他替自己接着打，就起身抱起路过的小四子，决定去看热闹。天尊等人对视了一眼，也跟去了。南陵观在开封南郊的南陵山半山上，此时天上又下起了雪。吴一霍走到了道观前边，扬起脸看着挂着冰凌的屋檐，嘴角带出了浅浅的一抹笑容来。展昭和白玉堂陪着自家两位娘冲到南陵山下，还没来得及上山，陆雪儿突然一拽殷兰慈：“哎，等一下，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”殷兰慈微微一愣，展昭和白玉堂也侧着耳朵听，就听到有一种古怪的声音正从山上传出来。呀！就在这种类似打雷的轰隆声越来越响的时候，殷兰慈和陆雪儿一拽儿子就往两边躲，与此同时地动山摇，众人就看到南陵山上出现了几道清晰的裂纹，还正在往四外扩展。紧随而来的是一阵震天的巨响声，南陵山的半座山坡塌了下来，瞬间烟尘滚滚。远处皇宫里，赵祯端着茶杯，本来正饮茶呢，被这一声巨响惊得手一抖。南宫济赶紧上房顶去看，没多久就回来了，表情看着还挺困惑，回禀赵祯：“皇上，影卫回来说南陵山好像塌了。”赵祯望天叹了口气，摇着头自言自语：“唉，等年过了，朕得想法子赶紧把开封府那一家子撵去出巡，再这样下去，朕皇城这点家业都叫他们拆光了。”南陵山塌方，半座山头就这么整个垮了下来，场面煞是壮观。而就在滚滚烟尘随风散开之后，众人抬头一看，却是被那灿灿的金光闪到了眼眸。此时四周围一片雪白，而塌掉的南陵山内部竟然和金家老宅地下的西山一样是空心的。不同于西山里头藏着的金佛，这座南陵山的山腹之内堆积了满满一座山的黄金。
陆雪儿和殷兰子忍不住惊呼了一声，白玉堂见惯了金山银山，也被眼前的情景给震慑了一下。展昭回过神，拽着白玉堂，这里多少金子？白玉堂愣了一会儿，摇摇头。展昭张大了嘴，竟然多到白玉堂瞄一眼都算不出来的程度。南陵山这边的动静不小，不过来围观的人却是不多。开封城的百姓最近大概也是习惯了，都觉得估摸着又是天尊在哪儿拆房子了，都见怪不怪了。这天寒地冻的也懒得出来看，可城内的黄城军倒是很快杀到了。火麒麟带着大队人马杀来，正想着白玉堂估计又要赔钱了，却看到了满山的黄金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殷兰慈喊了一声：“后退！”随着红鹰寨主那一声喊，哗啦一声巨响，众人转身就跑，身后金山崩塌，滚滚的金砖就跟山洪一样从山腹里倾泻而出。等着响动停下，跑出小半里地的黄城军回头一看，傻了眼。欧阳少征看着满地的金砖，牙缝里呲出了俩字儿：“我操！”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